在剪裁这色片你要做，你看我现在是不希望它超过这个信用卡的范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一下，在最下面，它现在是不是底图？把它复制一个，复制一个之后，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当人家折射片，一定要在人家最上，人家的上面。现在是在最下面，所以没有用，哦，所以我把它拉到最上面来。好，拉到最上面，是不是遮住了，对不对？把你要被遮的那些人也一并选起来。如果这样，我就全部选起来好了，有没有？选起来之后，来这边物件里面的剪裁折射片制作，有没有跑到里面去了？就是说，有一那个概念，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一定要拉到人家最上面才有用。拉上去，第二个，把要遮人家跟被遮的选起来，再把它做一个物件剪裁折射片制作。好，画面还给你喽。